家好，我是伦敦秀珠宝设计的董事长王欣雅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当时创立伦敦秀的起源。多年前，我看了香奈儿女士的一本书，她说：“时尚就是我，我就是时尚。”其实这就是高定的精神。对我来说，高定珠宝设计它就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呈现。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想象都不同。那不管是来找我们的新人啊，或者是女性、男性顾客，他们其实都想要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。那往往他们在阐述他们心之所向的时候，都比较模糊。那其实您可以把我们公司想象成这个设计师团队，就是专门为自己画出心中所想象的幸福，心中所想象的美丽，心中所想象的经典，然后把它呈现出来，做成实体，佩戴在身上。伦敦秀是一间走心的品牌，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来体验，你一定也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独一无二的高定珠宝品牌。我们就像你的画心师，能够把你心中所想用笔呈现出来，